太离谱了！，不用了，我只是他们把我拖去那个排练场里，我觉得已经很痛苦了。不讲过吗？从那个暖身操开始，我说这个还什么暖身操，我都不用了。我说我骑一次双达都不用暖身操，我已经想好解决办法，就是我只知道那一段要讲什么，其他就自由发挥。比较辛苦是更比较小心一点，对手他的比较辛苦是我要跟我对戏的人，对他很有经验，所以没有问题，那种即兴演出，所以他都会接。到时候观众的回应，那个又完全不一样。要让笑声，万一观众笑的话，就不要停哦。对。当他们笑的时候，你要停下来。好，这个没办法教，这个到现场遇到了才会知道。对，我回去会把虚拟塞了。无线部的副秘书长，他说他回去要把它宰。看状况，然后我们也会看到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，都会加进去，放一些时事进去。好。It's time to introduce. 好了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主席，谢谢。